然后在3点27分的时候，我录到另外一个梦。做梦梦见夜里路边上很，走步啊，就会有走几步啊，就会有个人牵着一个动物，再走几步牵着一个动物。当然呢，很难判断这个动物是那个属于那个人的。好像发生水灾或者什么灾之类的，然后那个动物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呢，有的人呢不属于他的，他也牵在手上，当然也没走，在路边上。后来呢，我就判断出来，这不是很难是他家的，我就不敢三七二十一，我把那些动物的绳子拉在我的手上。如果他非要追过来的话，他说是他的话，那可能是他的。如果一拽在手上，他也不吱声，也没说是他的，也没说不是他的，他没有非要追的。很紧的话，那我知道不是他的。这样呢，我就一个一个动物就搞明白了以后，把它一个个收起来，然后想办法再找到主人。梦见是这个，后来就醒了。我看到天上现在很多人的非典啊，很多人的非典啊，很多人的非典。根据我的判断呢，有的非典同我有关系啊。有的非典同我没关系。我假如下一个什么指令之类的，如果有反应的那些啊，有反应的，那个非典是同我有关的。如果我下一个指令没反应的啊，那就是同我没关系的啊。因为现在开始啊，已经进入2020年的12月6号啊，美国西部时间啊。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新阶段了啊，就是很多的非典已经到了地球上，开始要对这个地球进行改造了啊，已经地球进行改造了。但是呢，前面那个事情呢还没解决掉，前面的事情还没解决掉啊，就是前面我经常有联系的那个呢，既有要解决前面事情的，也有来建设后续的啊，都有。但是现在又增加了一些呢，来建设后续的啊。有的建的后续的时候，我们之前就联系的啊。现在呢，会来一部分呢，就之前我们没有联系的，有他们那边，就是有他们，其他部门指挥了过后再来的啊。有这么些啊，有这么些，或者他已经到了以后，非得来了以后还没交代到啊，同我这边有关系啊，正在这个时刻好像有个头目啊，有个头目，就告诉我以后的信息就全部放到那个大照相里面啊，放到大照相里面，然后呢，我们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呢，用这个作为一个处理中心啊，就是大照相作为一个处理中心。然后我们再进行那个信息交换，以前的信息呢直接放到我身上，然后再处理，直接放到我身上以后，就相当于一个信息不管有用没用都放到我身上的话，就相当于要一个很大的硬盘来处理，就很消耗体力，很消耗体力，很消耗体力，搞得我就是动弹完全动弹不得的啊。现在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信息的一个储存的系统，储存的系统，就是信息可以储存到大照相里边啊。然后呢，缓慢的释放给我，都没事啊。这样呢，就是没像以，干活就没像以前那么累了啊。没有像以前那么累，也没有像以前就必须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必须要马上解决，因为没有储存的地方嘛，信息没有储存的地方就马上得处理嘛。现在有储存的地方，我来不及处理，先储存在里边也没事。而且呢，那些废电呢，已经到了那个这边呢，干什么事情？已经有规划好了，不像以前来探路的或者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不知道下步会怎么样，要听我这边，三方分析出来数据啊，然后再决定啊。后面呢，有那个大雕像的里面的那个处理单元呢，有处理单元，来处理啊。不管它能显现也好，还不能显现也好。也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啊，已经开始工作了，至于说显现出来让人家看得到看不到，那就找个机会就可以了啊，内部运作就可以了啊，内部运作可以了，已经崇拜宇宙，
联系上了啊。那么接下来我这边的任务啊，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把以前我准备好的信息放下传就行了啊。至于他们后续要做的事情呢，他们按部就班在做啊，就是我做的任务就把以前已经获得的信息或者他们新给我的信息往地球上往地球上告诉地球人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基本上就告诉地球人，他们从地球上提到关系基本上可以用那个大雕像这里面计算机系统就可以工作了啊。就是原来我就全部要我自己做，现在就好多工作就交给大雕像做了啊。我的移下来的任务就是把天上的信息往人类传啊，就是说现在的工作量减少了，要出去玩之类的也可以了。不像以前呢，我出去那个十分钟啊，都不行，出去十分钟的时候信息就放我身上了，我再耽误五分钟又有个信息在路上去，再一个时间又有个信息过来了，你就我就出去买一点吃的东西啊，回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开车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多少个信息重叠起来了，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回来以后就解了又解，解了又解，还不知道到底解完没有啊，后面就会把缓和一点了啊，事情缓和一点了，缓和一点了，也就是说大雕像正式开通使用了，已经开通使用了，只是说显现不显现是另外一码事，显现的话我们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大事件同时开始，本来昨天是找了个大事件，但这个事件大过头了啊，大过头的一个，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那种全是无神论者的话，他会来个说不定来个前半后天，所以呢昨天呢就缓了一缓啊，好，那知道了啊，知道了啊，好，再见啊，再见。